二班长胡明玲的男朋友李诗俊。你知不知道我这整个晚上都在想着你，想着你，想着你，想着你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同样的青春，有泪水，有笑声，你我都相信。王乃元，你可以帮我擦玻璃吗？等一下。你好，我是李诗俊。哟，性宠物，反正他玩完就换。如果一个男生他亲了一个女生的额头，他算不算喜欢他？谁知道啊？我们班那个大少爷又看上哪个新妞？我不喜欢你啊！之前不是跟你打赌吗？我输了。这一吻将洗涤我的罪孽。你这个位置，我看多了。喜欢谁就喜欢谁。你有想过我感受吗？那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？老师，出公差。你这是认真的？